来看看今天瓦郎给大伙带来一个 MD 的一个特别休闲的游戏啊，叫大锤恐龙，对吧？这个大锤恐龙你看有三个难度，首先是 easy， 然后中等，然后困难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大锤恐龙呢，这个游戏啊，就据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游戏。我们就看看，这尼玛不就是泡泡龙啊？这就是泡泡龙啊！我小的时候好像玩过这个游戏，兄弟们。啊 ，OK， 玩过。我小时候玩过这游戏，至少是我看他们玩过。啊，可以看到，哎，对，实星，看看你，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淘金者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好，大水恐龙，这就是大水恐龙。好了，吃了个锤子。小的时候玩过，我真玩过这个游戏，游戏厅有人玩了。好，这个大锤 ，OK， 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诸葛有才啊。这个游戏确实是小的时候真有人玩过，因为类似于像你看啊，就跟那个什么雪山兄弟啊、诸葛敢死队的感觉差不多，但是又不太一样细节啊，淘金者的感觉是吧？啊，挖个坑买点土，数个一二三四五，自己的土自己的地，种啥都长人民币，大汉堡。好，当然咱们玩的是速通啊。得得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！这小的时候真玩过，而且这个游戏还挺火。当时我们游戏厅是有一个土，两个土星，一个索尼。然后两个啊，三个 MD， 两个 FC， 一个雷直接炸。你看这个星星啊，这个星星是可以，哎，你看上面那个直接吃，感觉不贪分没有灵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鞋子，这个是 MD 啊，不是 SFC 的啊。啊，我们游戏厅里面没有那个超刃的，没有超刃。这个音乐我都很熟悉的，好吧？好，传送阵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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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哎，看跟着走，落地，一个推，一个雷，你看啊，星，这个星它弹出来是可以打到人的啊，传送阵，啊，上方。就是跟淘金者的感觉真差不多啊，真的啊，但是明显还不是淘金者，就是他无论是画风还是他的玩法，除了这个地方挺像，因为淘金者你没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他补上来，但是呢，反正总体是高配版淘金者外加雪山兄弟，高配版。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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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个小星，你看这个小星确实狠啊。用这个星打出箭射的效果啊！一个星，哎，就是为了打出奖励的话啊，这个你看，落地一吃，雪山兄弟重置版，那我不知道了啊。其实这种益智类型的游戏呢，其实怎么说呀？其实。我对益智类型的游戏呢，感觉呢还是说什么呢，就是休闲了嘛，对吧啊？因为这种休闲的话呢，我操，你看这个速度，虽然说正所谓啊，这个天下武功，对吧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，但是呢走太快了不好操控。他把这个块填满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他填满的这个牙，哎，那个牙都特别有意思。好，走过来，哎，那个牙都撕开了啊！这个地方挺恶心的啊，你得哎站到那个，你得站到他那个最极限那个位置上，也有一定的奖励系统。你看中间那个777，你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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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操，感觉这个大蛋糕吃起来一定贼过瘾啊！哎呦我去，有点像那个兽，是吧？雪山兄弟那个兽，但他那个兽出现的方法是把所有的怪一次性全秒掉，才能掉兽。好，你看这个移动速度啊，这里面没有说像那个雪山兄弟那样子的有那个哇，好的，直接秒掉。还有玉米，正常任务如果这个可以打开分，这个游戏。而且游戏可以双人，那边咱们小绿龙啊配一个小粉龙，对吧？这俩人长得虽然说一样啊，那皮肤不太一样，因为颜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踩中间上去，一个快速移动。其实这个还是对地图还是要了解的，不了解有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好操作。传送法阵，这边一来，你看一个锤子能直接打六个。哈密瓜啊，不是哈密瓜，这是猕猴桃。密 hotel。但这个没有这个出现 boss， 哎，这就比较狠啊。来看一下，声音一变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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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音乐多啊！这音乐非常经典，这小音乐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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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个小音乐太经典了，兄弟们！而且这是个变奏版，我还听过原版的。我操，感觉这攻击力已经满了。哎，多可爱这个小龙，一身大板牙，还是玉米板牙。你看，哎，确实可爱，兄弟们。啊，应该打 boss 了吧，兄弟们？好，一看就是马上就有一个大块头即将出现啊！哇哇哇哇，这招太赖了，直接秒了。哎，他一砸一补，一砸一补，哇，真的变态。他这条路子很野啊，正常咱们打都是，是吧？有点像那种就是一挖一埋那种，他直接，我靠，他直接就用这个球无限产生伤害。好，来摇脸。哎，这股游戏我太了解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捏脸神器。什么比小鼻子吗？樱桃嘴还是张开嘴？哎呦，笑脸。这是奖励关卡是吧？奖励，这是奖励游戏。我去，啊，西吧！哇，这游戏如果打摊分一定很好玩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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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，二杠一。可以打出有奖机出来，主要是为了速通啊！这个啊，这音乐太经典了，真的。好，其实就是雪山兄弟的那个模式啊，模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具体玩法可能还差一点点。好，来看看这刺猬猬啊，刺猬猬挺狠的。
走上来，一拍，再一拍，感觉处理这个小怪的方式啊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能理解。挖个坑，埋点土，对吧？再给它补上，它就掉下去，然后呢会砸出星来，有建设。但是如果你如果是最狠的，就是你挖两个坑，它从空中往下掉，可以再掉再继续往下掉的啊。一个雷，而且这都是特殊功能啊，特殊技。好，这样的话就秒掉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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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一些名曲儿，我感觉真的啊。这关属于一看背景就知道啊，是属于那种金字塔的那种感觉。咱们该有炸弹还是要有炸弹的啊，你看该放放。除了炸弹之外，咱们还有那个保龄球，看看见？这个保龄球是属于那什么类型的？就是就像秒第一关那个大猩猩的 boss， 就是用这个保龄球的秒法。大肉。好。这个球我谁能想到名字？朴实无华。好了，摇奖了，我们看看奖励777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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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哈哈哈！这个真不是，这种游戏真的是太爽了，就是啊啊，它就是让你玩到过瘾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对吧？而且它毕竟它是一个 MD 游戏哈，不是街机游戏啊，这就非常有意思。噔噔噔噔噔，不是。逼哥你那天你又不在了，我给你留着做的那个啥呢啊，然后今天你看你又这个时间来啊，这个时间段来，我心态都崩了啊。好，直接砸，他直到砸到砸不动的地方然后再滚，也可以产生伤害。好，再砸一个滚，哎，还剩最后一个小萝卜头啊。我们逼哥说，狼啊，我就是等不了你，你就不能来了我之后。但是咱们这个不能播一半啊，这个确实是那个不能播一半就那个啥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逼哥最好是打声招呼，要不加一首我的 V， 打一声招呼，对吧？今天我能来，我就说好，我直接就一首来了，就从第二关开始看了啊，相当于小萝卜头。就用这么一个砖块就可以直接把所有人都秒了，感觉这个眼神有点斜视的这个小怪啊会瞬间移动啊，挺害怕的。对，没耐心的玩不了，很多人看雪山兄弟都以为可简单了，真的。当然你像我这个智商，我上去一玩感觉就跟精神病似的啊。啊，一个背手空翻两周落地一个大拇指，帅呆了啊，相当于。好，在中间放个雷直接秒掉，真过瘾。你看他这个锤子一下能砸的这个数量越吃越多，就像炸弹人里面，你炸弹人如果放那个什么雷，放那个你吃雷吃的多可以同时放很多雷嘛。好，打 boss 往上爬了，这是往下走，哎，每次一到这种最后一关的这个，对吧，这种脱屏路子，它的音乐就变成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音乐了。这游戏时间长了显单调了，你别闹了。那你认为时间什么叫时间长，对吧？因为家用机肯定是让你玩到爽的，对吧？你家用机如果时间太短了，买这个卡不是不合适了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逼哥要不要加一下我的 V？ 如果加一下的话我发一下啊，对吧，到时候可以直接说一首。好，一直往下走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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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曲我太了解了。好，声音消失，马上打 boss。 他又是用保龄球，你看他先挖了一个坑，应该怪就刷在那儿吧，看看
哎，蝎子，哎，保龄球，哎，又开始了。他瞬间得补上，看不看见？这个秒 boss 的方法真的赖，他一直点那个补的键，干嘛一直补这个东西？你保龄球弹起来之后，我又补上，弹起来我又补上，产生这个一直在攻击的这种效果，确实赖啊。好，来看看妹子，还是刚才那个妹子啊。哎，这回这个眼睛是丹凤眼了啊，小鼻子，你这个明显跟刚才那个画风格不太一样，嗯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哦，这多解压，这过瘾啊！就是没有这个人物的配音。比如说他可以翻一个跟头落地喊一个 Miska Muska 啊，可以这么喊啊。哎，感谢我们的 B 哥啊，这 B 哥这每次一来谁没赶上今天又送飞啊。B 哥可以真加我一下，来个预告对吧，往往你像有的时候这个点我还没那啥啊。有无敌，这是也有无敌判定的效果啊，浑身闪金光就是无敌的，对吧？你丫瞅什么呢？是我，你爹，对吧？好，一个雷，中间一炸，哎，右边这个臭鼬没打着啊。哎，又是无敌，他落地为什么不喊？是吗？为什么不喊？咱也不知道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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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吃了，哎，摇奖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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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木瓜七啊，这就不行了啊！刚才他还摇了个三个七，你木三个木瓜啥也行，这吧，你这种就中不了奖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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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咱们这个炸弹就是 BOM 啊，嘣！哎，没打着。还有，其实都有给奖励的。这河马哈，小的时候我就说有一个叫河马史诗，我说河马有什么史诗啊？后来才知道啊 ，So this guy， 炸弹用来秒人还是挺好的，但是不是特别稳，它并不一定可以把所有的怪全秒掉。啊，没办法，这没有砖块你秒不了啊，还就得用道具了，这没办法，有的时候这就是这个游戏难点的地方。你比如说你跑到这儿你真打不了，你就赶紧跑上梯子往左边走，对吧？一个不小心一着急一急眼，说啥就要当老板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雷，擦，这个星人有的时候摇奖，哎，补给一些道具啊，西瓜西瓜西瓜，哎，没事，有两个也行，但给金币实在是太面了啊。金币的话，这打不了多少分啊，正常的话。好，还得是靠这个炸弹，这个炸弹最快啊，还差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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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无敌，不吃了啊！为了速通嘛，这个就没有必要。直播间也没人，我在给谁接说？直播间没有人吗？啊？你在欺负老实人吗？虽然说这个游戏的关注度很低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伙伴，只是他不说话而已啊。再说了，瓦狼还有视频可以做呢，难道没有人说话吗？啊，真是啊，能说话的人
啊，说一句小狼我爱你，我瞅瞅，打个一也可以，无所谓啊。好，哎，又是 boss 关，又是 boss 关卡啊。噔噔噔噔，其实这个人确实少多了啊。咱说实话，现在能说话的人可能也就那么，还有好多人明明能说话也不愿意说啊。啊，不要着急往上走啊。虽然说很多人说，那我们被拖死了吗？别害怕，对吧？别害怕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信不信？现在还有女粉呢啊！哇！三个大西瓜啊！我们小时候玩赌鸡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，觉得好像那个三个七，除了那个最终的那个彩金之外啊，就三个七最猛的啊。噔噔，哇，这也可以，可以往回弹啊，脑回路比较清晰。主要这个游戏还是冷门的一点啊，咱不得不承认啊，确实冷门的点。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， 又是准备好一个保龄球，小刺猬猬。好，往回一来，你看，直接秒掉这个刺猬猬，一个滚。每次哎，打 boss 用这个保龄球的路子是真的野啊！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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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每次都要这样的妹子，但眼睛要换，能不能换个卡姿兰的大眼睛啊？好，小嘴必须得是笑的。哎，结果换了个这个，这不好看啊！好，主要是吃炸弹是吧？哇哇哇哇哇，真过瘾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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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第四关，溜溜达达，最后还有一个雪山关卡，能看得出来啊。像陪酒小妹儿，这还得靠传送啊，真的啊。好，跳上来，一个拍，一个雷，能不能全打着？哇靠，没打着，还差两个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通过第二个箭射打着了，还剩一个臭鼬，又放了个雷。每一关的音乐都不一样，但是打 boss 的关卡的那个上升或者下降的关卡是一样的啊。没秒掉啊，有星，哎，有这个星还说啥啊，有这个星就是干就完了，猛就完事了。这个模拟的还是挺好的啊，大半夜抱着手机看这个游戏的都啥心态啊。那大哥，瓦狼就这么天真小可爱的瓦狼陪着大伙看这么萌的游戏，这难道还不好吗？啊，这已经对吧？我狼已经够哥们意思了啊，该说不说的啊，这我不带你们看，你们到哪看去？对不对？好，来这关就三个小兵啊，两个绿色八爪鱼，还有一个红色的八爪鱼。这个八爪鱼真的是，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嘟一下你就回来呀！哎，看合金多有意思。还是我相信，还是有人想把这个看完。我童年，我真不知道是这个叫大水恐龙的游戏，就是这款游戏。我要知道我早说了，我小时候就看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啊去玩这个 MD 的这个大水恐龙，
发烧管这个游戏叫啥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叫泡泡龙，它跟那个泡泡龙还不是一个东西啊，这太嘚了啊。三国战记今天已经弄完了，咱们明天来看三国战记好不好，然后那个我也准备好那个核心弹头了，不过如果逼哥今天升等我，我这个结束我就找个速通，我认了啊，要不然太对不起逼哥了啊，过分了啊。三国战记确实，我今天一开场就来做三国战记的啊，兄弟来晚了，明天我继续来，这一阵儿都快月底了，我该播一点播啊兄弟们，对吧。好，一个大弹再大弹，用一个雷一炸能不能达到三个，可以，能三国战记吗，我一个飞机刷满了，我操，这突然多了一个老板，我心里有点微慌的啊，对不对。这小萝卜头挺狠，萝卜头可以往上窜啊。好，扔一个保龄球直接一炸，但是没有意义啊，打了三个，还有一个拿着小道具的一个小黑猫，这不好整，这个这么一看还是炸弹厉害啊兄弟们，滚他，哎，就知道你要过来。这个龙长得特别像以前我家邻居，就他的脸长得像啊，而且呢就是明显就是一股倔的倔的那种不服输那种感觉。好，哇，一堆萝卜头，这放一个雷老爽了啊，来看看，完，没有打的太多，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蛋糕啊，有心，可以弹上来，再见啊，明显那个逼哥是九宫格打输入法，绝对的啊。好，我操，这关啊，一个雷，哇，全是楼梯，这个啊，啊，没吃，这样的话空了啊。应该到关卡了吧，好，哎，就说要到打关了啊，这是男人就下一百层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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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小尾巴，你看他这小尾巴挺可爱的啊，这龙就斜眼瞅着你，在我们东北碰到这种龙你就直接问他你瞅啥，对吧，他就会说瞅你咋的，你说你再瞅个试试啊，对吧，你瞅啥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吃这个蛋为什么是一半呢，我就在吃那个东北冷面，然后东北这个冷面最有意思的这个东北冷面呢，就是他不给你一个鸡蛋，他给你半个煮鸡蛋，然后中间切两半，哎，贼嘚儿。哎，说到冷面突然馋冷面了呢，怎么突然就馋冷面了，太嘚了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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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啊，噔噔，哎，这关直接啊，只能用正常的方式打了，只能用正常的方式打了啊，这是个大球啊，我已经把锤子吃满了兄弟们，真的啊，锤子是真吃满了，小球，哎，上面这一排就够用啊，这一排，但是你要速通的话套路还得好，一踩直接踩爆，这球直接化了啊，这球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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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又开始摇了，摇妹子啊，哎，这回摇了个这个马尾头巾，美少女战士卡姿兰大眼睛，不要整口红了好吗，求你了，来个大鼻子好吗，好的，二次元小鼻子，来个大嘴，哎，这还挺好看啊，这还能好看一点，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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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当当当当当。OK， 这关明显是要带冰雪的关卡啊，明显是带冰雪的关卡。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最后一关啊，所以说我们就看吧。一会儿逼哥还在的话，给逼哥来一首啊。如果逼哥不在的话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很多这个精彩的，那有逼哥来的话可以支持。但是但太晚了啊，也不能说指望说逼哥这么支持我，然后还要等我。对啊，不过随时随地来，这一阵这几天我天天解说，只要我有机会我就解说啊，我就来直播。直播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噔噔噔噔噔。这怪还是蛮多的啊，这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如果要是调一个无限，哎来了，能不能调出三七什么铃铛，再来个铃铛，哎呀还好吧，其实有两个也行。好，有雷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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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直接在这吃满，哇，两个七一个八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两个七一个八太狠了，这个啊，先传送，你要知道它传送到哪儿啊，这个点好，走上面来，嗯。好，上面又是那个大肉腿啊，呵呵，大肉腿是真的真的很好。啊，哎，你大哥每次都是剩下一个怪的时候，然后再无敌，这个无敌星跟那个超级玛丽其实一样一样的，对吧？啊，这没有，哎，你要说给这时候中间放一个雷是真过瘾。好，砸的话有了三个可以摇，但是不想吃了，一个踩，这是企鹅王相当于啊。好，直接一炸，有雷，还剩最后一个，这是一个倔强的黄色小企鹅，太嘚了啊！两个七一个八，就两个七一个八，这个太狠了啊！全是传送阵，这个传送阵啊，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机皇版的那个这个炸弹人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！啊，这小绿企鹅怪怪的，传送到这个位置，一个雷，漂亮，直接秒掉。没，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，因为打速通嘛，主要是。好，背道过来，我们看看一会儿啊，这个应该还剩下两个小关卡。这是有雷的，可以跑到中间，利用无敌时间跑中间放个雷，对，然后再转，哇哇，漂亮，
这确实没谁了啊。这个再下一个图估计应该就差不多了啊。我们看看，一个雷，还差两个。其实你站在正上方的话，如果一旦有奖励讲得好，哇，全凭阵木瓜外加一个山楂啊，这是樱桃啊还是啥的啊？应该是樱桃啊。好，应该是，你看，应该是了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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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跟着这个保龄球混就可以。其实这个往下走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啊，主要是就是给你一种这种既视感，用来打 boss 的，对不对？前两个水果是，这不是一个，我们管这个蓝的叫木瓜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叫的。大自然当中天然色的蓝色的东西很少啊，你除非就是蓝色，蓝色和紫色的东西不多，对吧？比如说尤其是蓝色的，蓝色蓝莓严格来讲它还属于紫色的啊，它还不是说纯是蓝色的。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它是木瓜，你说对吧，这个就好直接，哎，一个雷，两个雷，再加上一个好的，这拽屁股干嘛？我去，就喜欢这种风格的啊。好，掉下去了一拍，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个啊，主要是咱们装备太好了，你看，给他勾引上去，不行啊，他不来啊，这个移动数量太低了，要往这边走，往上跳，好，他要往坑里走了，明显是要往坑里走了，一拍，哎。看来这个 boss 还是蛮肉的啊！一拍 KO， 这就是最终的 boss 吗？不给力啊，老师，连个小兵都不招啊！这好，417600，这如果打摊分，这个游戏有点狗头啊！我不该说不说的啊。OK， 这两条龙，这尼玛不就是怕怕龙，对吧？这不就是怕怕龙 ？OK 啊，不多说啊，最后你看。拯救世界的感觉，你说这俩龙真是挺可爱的，传说中的瓦龙啊。OK， 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诸葛有才和大家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吧，有点嘴瓢了啊。这今天晚上播的不多啊，不少，也是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